孙武是怎么死的？关于孙武的死，历史上主要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法是孙武辞官隐退后在吴国终老病逝，另一种说法是孙武被夫差杀死。第一种说法是历史上的主流观点，孙武见夫差不仁，于是选择隐退，专心修订兵法，研究学问，最终在吴国病逝。第二种说法出自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，有文字记载，孙、吴、商、白之徒，皆身诛戮于前，而攻灭亡于后。不过《史记》中没有相关孙武被诛杀的记载，其真实死因现已不可考究。